老铁们你们好，有很多朋友在抱怨说啊，各棚里的蚊子太多了，叮着各自来直跺脚，晚上进到各棚来听见各自啊跺脚响。各棚里的蚊虫过多，一个影响各自的休息，第二个呢传播疾病啊，尤其是传播各都。一旦你的各棚里有一只鸽子染上了鸽痘，通过蚊虫的叮咬，那么鸽痘的传播速度呢就是非常的快啊。如何能够解决各棚里面蚊子过多，我向朋友们推荐了湿螨喷雾，就像这样对着鸽子的腿了，就像这样喷一下就行了啊，就像这样喷一下，对着鸽子的脚啊，对着鸽子的脚喷一下就行了。离二十到三十公分远啊，就像这样喷一下就行了。轻轻的一喷啊，蚊子无踪影。像这样，至少保持5天左右，没有蚊虫叮咬。对着西架呢，轻轻的喷一下就行了。亲爱的老铁，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下单，今日下单有优惠。